纵然我不喜欢倩儿，却依然心有不忍，仿佛看到那时的自己。王氏女儿的命运，难道真的只能沦为朝局的牺牲品？可我又能为她做什么？若大王和王妃一同向皇帝求情，此事未必没有转机。王妃，求求你了！别说了，你小声一点。薛夫人，您可别说了。薛夫人，您改日再……薛夫人，薛夫人，薛夫人，您若是不义，我便长跪不起。薛夫人，你有话起来说。薛夫人，薛夫人，你先起来吧。薛夫人。我已没了夫君，儿子在沙场上战死，我只有倩儿一个女儿，若她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真的是活不成了，活不成了。求你看在失去的长公主份上，救救她。你可怜可怜我，可怜可怜我这孤苦无依的夫人吧。谁都不能夺走我的女儿，不然我便死在她的面前。